这样吧，口谈，走。这是望楼，今日与你有大用。 之前的那个人走到这里会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行，来什么都是惊喜。多数男人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一样。但愿你不是。公子，人带到了，还请公子。你们认错人了，我是张小静。 我所犯之罪乃十恶之九，是不义罪。刑部和大理寺定了斩刑，永无赦。我能让你得到赦免。大当还没到是个公子哥，就可以无视唐律的时候。你可姓李？公子，从调他出狱到方才，不曾有任何人透露公子身份。此处是景龙观旧址残垣。 低处西室外光德坊，左邻附建景龙观，右邻京兆府公廨。这园子荒废很久了，舆图上都不曾标注。有人说，这是太子的私地。走。 我姓李。 但我的李却不是唐李，乃前朝随礼，五六十高门望族，七岁与张九龄成友，九岁与太子交。何监是无实，王忠嗣将军是无忧，一随业法善师修道法近十年，圣人常召我攻辩道法真义。新设立的衙门，设立五个月了。四个月。挺好。 我确有方法能让你死罪豁免。过了今日，你便可以无罪之身，在长安逍遥自在，照顾你想照顾的人。但你要办妥一件事情，和崔六郎要办的一样。一样，他私放钱袋，超过了长安能容忍的数量，也是死罪。既然用了他，何必再用我呀？他死了。 Thank you.
微起失察，置办，命副队黄山急往，急催六郎允命，请罪。崔领帅退下，听令。惹。失忆化了。 今日来不及生病，六郎的身后事，我来管。弟弟是兵，哥哥是贼，有意思。崔细九在陇右军中。 刚转回长安不到半年，耿直烈性，和崔六郎不一样。我要你办的事儿，办成了可活，办不成，便回入这崔六郎，在死牢里安享一日三餐的机会都没了。不过，哦，崔六郎。 七十不伤，见过牙了。年四十一岁，知命原因？招人把守，失血而亡。那个呢？大力扭断脖颈。办成了就可射我死罪，放心吗？公子以向你表明身份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不办，你也活不成。多数男人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一样，但愿他不是。 说吧，让我办什么事儿？这里是静安司，叛乱平镇约境，四方无事越安。静安司是朝廷新晋密设官署，统摄整个长安贼事册。静安司主官河间，会称执政。乃我朝三品秘书监，统管大唐明党秘党。静安司在朝中地位异乎寻常，朝中中书省、门下省。 尚书省、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、光禄寺，三省六部、一台九司五监机密要件，全在此处。徐主事，这是徐斌，你可曾知道他？张小静，万年县不良帅，听说过，没见过。 徐斌以大案读书，按我的要求在长安城内筛选合格之人，选中了你和崔六郎。你们熟知长安民案黑白规矩，通三教九流，懂多方语言，圣心重，有牵挂，想活。贾宅出租合约，并长安县一年内户籍变动，悉数调出，若世人同查，约两刻必有结果。给你十人。徐斌痴迷以大案读书推演真相。 为监禁占宗案牍，他宁终身只做八品主事。静安司各35名吏员，乃我亲自从各部抽调，个个如他，行事严谨。你信他们？信。庞博士，几时了？四正，大荒落。 万物炽盛大出，豁然而落，故云荒落。沙盘，熙攘繁盛，光耀万年，再也没有比长安城更伟大的城市了。 刚才不是听见了？炽盛大出，豁然而落，大荒落。眼前这繁盛啊，未必能长远。大唐的长远，有我。你只需看眼前。眼前这东西就不应该建出来。
你们当官的就喜欢邀功啊，城防衙署皆在，这东西落在普陀人手里，长安倒霉喽。静安司守备严密，无需多虑。长安城108坊，每300步设一望楼，望楼上武侯皆为朔方节度使所派弩兵，历经玉川战役、桑干河三节、大破夜户部之战，目力精准，街巷动静皆在目。 三百六十一，武侯自望楼看到长安任何一幢，都以约定案速传静安司。静安司对任何一处所发命令，瞬息即可横跨整个长安城。三百六十一。此外，武侯街身带臂章，可中230步之内任意目标。今日你在长安何处，我随时可知。想逃，是不可能的。 不是说办好了事儿就免我死罪吗？为何要逃？我眼高于顶，时刻挑剔。你若事情办得不妥，我随时请你回死牢。怎么叫办妥呢？你可听闻过狼卫？天宝2年9月初，朔方留后院传来一份密奏，狼卫首领及其部下。 西市在西域市区踪迹，恐有大谋。未测王此贼，朝廷密设静安司，彻查数员，方于数日前查到了位于西市的一桩秘密交易。有人在找能住16名假宿头上通过西市法门勘验的人，出价高达5000钱，时间便在今日四周。崔六郎作为西市衙郎，盛名在外，所以我们想了他。半个时辰前，西市开始。崔六郎隐曹破言，疫情入西市。 狼若西市，原定的计划是让崔六郎问出曹破言于西市下处，以四队吕奔军暗中追踪，直至落脚处围捕，审讯出他们混入长安城的真实目的，但是后来出了纰漏。神童，太子的吕奔军你都调得动了，怎么就让崔六郎没命？ 本来很顺利的。敌伪丙六破绽，别露手，真是摸啥。在下黄山，乃长安人士，请令先行探路。走，走，是。 院内两人看守，其余都在兵营货栈内。六郎也进去了？是。进去多久了？不到一刻。 Ah!
逃走的是首领曹破岩，崔琦当即入去追击。打那么重，追个屁！对。经查，丙六货栈暗区是由店主私瓦，并未向西市署报备。此暗区连通广通渠，从西市流出后，流经三十多余个里坊，跨越大半个城区，故此不能知道曹破岩是从何处上岸。我要你做的，就是捉住曹破岩。入城十六人，已毙十五人。静安寺费这么大周章啊，就让我捉这一个人。今日是上元节，长安百万百姓皆赏节观德。往岁曾有句“几得人脚不沾地，前行数十步”的笑话。若动兵大捕，恐引起他乱，伤及无辜，故此只能暗捉。此曹破岩若是趁今日闹事，令长安任何百姓无辜丧命，李泌都觉得难辞其咎。真是为百姓。安爷，安爷，安爷，拜见何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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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爷。安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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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，老师，天比万国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没死就好，没死就好。行商的吧，莫不是也遇上贼人了？啊！乱刀了，都死了。来，快喝吧。免得冻坏了身子。嗯。啊。来，再喝一杯。这是什么？啊，金鱼袋，入宫用的。是官。你叫什么？
长安交水。可惜，可惜了。送送你，上元建安康。是谁啊？何坚若虚回府休息，长远给您备车。唐啊，穿对了皮，才知道你是谁。孙家方才看着画楼，眼毁了，毁了。什么毁了？长远，狼捉到了吗？啊哈，啊，啊，你不想让他知道我是谁？你只管办你自己的事，若自觉办不了，此事可明言。骆驼。什么都听不见了，驼铃不响了，有人要来。你是暗中？剑圣做不了。姐妹，我若泄露机密给你，这是逆罪，永不得赦，早晚是要掉头的。哪个鸟人下令清空的骆驼呀？是我，徐主事。记，此事因我而起。赠崔六郎家人钱10万，正夜坊宅院一座。李四成，静安司无此资费吧？我给。聪明，聪明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控制得住。确实如此。阿兄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和你无关，偏偏今天就有点关系。私贩过绸缎、金银器，卖过人，卖过马，帮人雇过五起手捉狼，刺杀灭口。他那么喜欢钱，是为了我，是为了我，为了帮我买陇右军籍，为了帮我从陇右调回长安。
旧历十五年。阿兄想让崔某从军，我们本是脱田逃籍的农户，无法登记。阿兄便替人夹带珍珠，阵前帮崔某私买军旗。那时圣人禁止外运珍珠，夹带一趟就可得500钱。阿兄以羊肠裹了珍珠吞下，如此十数趟，险些葬送了性命。此后今年只能十根汤。司长，丙六货栈店主的真实身份已经查到了，检验了近二年西市署税案、户部人口色一册，还有工部土方建案，查得该店主的住宅所在，李奔已经入府。一刻内应当可以将人带回。哦，还有崔旅帅已令队政按陈门吏所述做曹破岩的会影图形下发，此刻城中暗庄午后均已散到。罗王已至，等林落鸟。客去别家吧，小老要关店了。要去关大灯，晚了抢不到好位置。客，见谅。来得及。丙六货栈的店主名叫李路口，住在西市二回曲巷甲一号，
于半年前斥50000买下废地重建丙六货站，此后便每月向西师署缴纳税金。然而据工部土方录看录，直到3个月前，该货站仍在申报外运渣土，也就是说他们建成之后至少3个月，其中还在动工。很有可能曹破员逃走时用的那条暗渠就是那个时候挖的。更可疑的是，直到天宝二年初春，李路狗的名字仍出现在景龙观施州救济的流民名录上，比时距丙六货站建造不过短短4个月，他是如何筹措到这50000的？苏玲望路传信，这是什么蛊？今日好像想过很多次了，不知新晋添了什么衙门，征用了城中防火用的望楼，鼓响就是望楼间在传递消息。今日打从西市开市就响了不少，也没见出什么事，大概就是抓着毛贼，不过听着倒是让人安心，好像有人守着咱小老百姓似的。根据回报，丙六货站店主李路狗全家五人已死去10日以上。死了？死因？尸体皆脖颈扭断，削去顶发。狼为首发。城中尚有其他狼们，杀五人而不使邻居发现，动手者绝非一人。半年前给李路狗全家50000纸钱，谁给的？查到了吗？查不到。如今西市案件汹涌，背后势力盘结，无处可查。到底还是爱银钱，本说今日不解释你了。上位过午，为何不做？客是今日方到长安吗？如何？今年上元节可不同以往，有大事。今年有大仙灯可看，咱大唐神将毛顺大师为圣人造了一座太上玄元巨灯，就在兴庆宫外勤政务本楼前，可神秘了，遮遮盖盖啊，据说用去了永州1年赋税，修造了1年之久，可就连圣人啊也不知道这灯最后什么样，就等今日天黑灯亮才能一窥真容，全长安啊都抢着要去看。几十辆灯？城中灯有出就放了，大仙灯要等到丑正，圣人登楼赐宴，与百官同赏。但若不早早去排队，龙武军一封兴庆宫前道路就进不去了。小老本来不打算去的，人多容易出乱子。前2年灯节，有人在建福寺门口撒花钱，说来都可笑，就为了抢10个钱，踩死踩伤了上千人。
龙武军啊全员都出动，可那点人在长安就跟咸盐撒进了广通渠一样，什么也拦不住。孙律师在。如果让你突袭龙武军官署，你需要多少人？今日龙武军都在兴庆宫画了香灰楼前布防，官署空虚，即便如此也需死士至少50人。右校尉官署，右校尉军将皆朝中高官子弟，疏于训练，拿下右校尉官署有20死士足够。那皇城内城呢？司臣究竟何意？今日狼狈入长安，只有长安余土。我的仅是余土一角，从修德方、抚兴方，连带皇城到平康方，城防街道、沟渠均绘制详细，特别的地方还做了标注。所标注之处，乃是龙武军官署。右校尉抱旗迎防，皇城内守备布防之所，连带右相灌敌，莫不是要同时攻击这么多要冲？这么精准的图不是画给狼卫的，是画给你们的。崔六郎是想明白了，即便自己死了，也要让你们读懂。城中还藏着更多的狼卫和更大的阴谋。Thank you.